阿弥陀佛，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常常伫咱生活中间的经验，咱的确咱拢有即款真普遍的经验，就是咱人甲人中间拢会拄着冲突，对不对？咱来想看卖，到底人伫什么款的情境的下面，人会冲突？伫什么款的情境的下面，人在冲突？你甲你周遭的人的冲突，到底是伫什么款的情境的下面在冲突？意见无被尊重的时候，会带来冲突是无？你的意见无被尊重，会带来冲突？还是你的需求若无被满足？一个婴仔的需求，伊腹肚枵，若无予伊食，伊安怎？伊哭，伊会哭，伊会抗议。一个人的需求无被满足，会带来冲突。同款，一个人感觉伊的权利被剥削，也带来冲突，是无？还是讲一个人的看法甲别人的看法无同款，是毋是有缘会带来冲突？所以，敢是所有意见无同款，拢会冲突？敢是需求无被满足？就一定会冲突，无拄拄。在咱的经验内底无拄拄，但是有个人的观念比不协会冲突，有个人的观念比不协伊袂冲突，到底是什么款的原因？其实冲突关键在倒位，咱来看冲突的定义是安尼的定义，就是咧讲当两个人，还是两个组织，还是两个个体。因认为，在因两人两个组织的中间，有迄种袂当互相并存，有迄款袂当互相包容的目标存在的时，佮唔呐安尼，这个袂当包容、袂当并存的目标，佮有一方想要去甲伊破坏，佮有一方想要去甲伊否定，对方所追求目标的时，安尼冲突才会发生。换一句话来讲，人的差异性不一定会让你冲突，敢不是？人的差异性的冲突是因为你要否定对方，你要阻止对方去达到他的目的，你硬要改变，这样才会冲突。所以如果是这样，对不对？冲突的关键在哪里？冲突的关键就是在于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比别人的意见较优越的时，你就会产生冲突。我才是对，别人拢笨死，有无？有这款的想法哦，足有可能哦。你就会跟人冲突，还是你坚持家己的需求需要优先被满足，别人的需求放一边，我的需求爱大声被满足，你就足容易跟人冲突。过来。当咱坚持你的权利应该比别人较大声、被保障的时，安尼你就真容易甲人冲突。过来，当咱坚持家己的看法爱比别人更加被看重，你就真容易甲别人来产生冲突。所以，各位，所有人类的文化绝大部分拢在注重，所有绝大部分的文化拢在追求和平，敢是？和平是人类普世所追求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和平。但是，在咱的实际经验内底，人类有一个共同佮普遍的经历，就是所有人类的社会拢会存在什么？拢会存在冲突佮对立。这真趣味。和平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也毋过冲突却是人类共同经验的普遍。这个中间就让我们来思考，身为一个基督徒，当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冲突更是人类普遍的经验，我们要来问说，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人群的社会中，我们要怎样来面对人的差异，我们要怎样来面对人冲突普遍的存在性？所以我今天跟大家人来思考一个题目，叫做上帝是听，上帝是听。各位，咱信主久久，咱逐礼拜来到伫教会，
咱伫参加小组，咱伫领袖，咱来思考一个问题：你认为一个基督徒一生上界重要的追求是啥物？啊，是讲一个基督徒上会当代表一个基督徒的定义？咱来讲一个好的基督徒的定义到底是啥物？咱来思考看卖。你认为一个基督徒一生上大的追求是啥物？当咱咧讲这个人是一个真好的基督徒，到底你咧讲伊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意思是啥物？咱可能无讲出来，咱可能无讲出来。不过咱每一个人心内拢有一支笑，伫想讲哦，这个是一个未歹的基督徒。譬如讲哦，这个做牧师，这个做长老可能是未歹的基督徒，有无？哦，这个可能介绍基督哦，未歹的基督徒。这个介绍传福音，诶，未歹的基督徒。啊，这个介绍唱歌，未歹的基督徒。伫咱心内拢有一支笑。在衡量什么叫做好的基督徒，啊，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人做伙倒转来到底圣经，到底一个基督徒伊一生上界重要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咱来看圣经安怎样甲咱教导。马太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四节，这个中间有发生伫耶稣的时代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是一个充满着火药味。一个情景，这个情景不是太好的情景。为什么？因为有一群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把这个撒都该人的嘴怎样给他封住，给他拆掉了，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感觉这撒都该人讲不赢耶稣，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组织，他就想空胖说撒都该人讲不赢耶稣，现在换我们法利赛人上场，咱来甲耶稣辩驳，甲耶稣辩落倒。所以，这些法利赛人聚集了后，就有一个教律法的先生，伊就出嘴来试探耶稣。伊就问耶稣讲：“先生，你既然这么牛吼，啊，你我请问，这犹太人的律法的诫命，你认为倒一条上大，倒一条上重要？哇，这足致命伤哦，得甲插落去安尼。耶稣，你甲我讲看嘛，你这么牛。”好，安尼我甲你问，圣经中间倒一条上大，倒一条上重要，这是充满真大的挑战哦。这个环境的氛围是很紧张的。各位，耶稣安那甲伊讲，耶稣就甲这个法利赛人中间加律法先生甲伊讲，讲上大上重要的就是，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佫是上大。然后第二也三亲像，就是你着疼人亲像家己。耶稣讲，这两条诫命是律法甲先知的总纲。第二节圣经讲叫做总尽头嘞。这个总尽头就是咱咧把肉粽的肉粽干，就讲所有律法甲先知规尾吼，规尾所有律法规尾，就是安那，就是爱疼上帝甲疼人。对不对？那耶稣安尼讲。咱看保罗安那讲，保罗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十三节，保罗安那讲，伊讲现今所存有三项，就是有相信、有盼望、有听这三项。然后保罗讲，信、望、爱中间上界大、上界重要的就是啥？耶稣讲就是听。你为亲爱遐个姊妹。法利赛人在问耶稣讲：“一生这些所有的追求的律法，上界重要是啥物？”耶稣无甲这个教律法的先生讲，得爱追求权力。耶稣无甲教律法的先生讲，你着追求地位、名声、权势甲财物。耶稣无安尼讲。耶稣讲，一生中间上界重要的就是听。所以，咱通过这两段短短的经节，咱会看见啥物？咱会看见这两个经节，无论耶稣还是保罗，伊咧讲一生上界重要的追求就是听。各位，听是啥物？听是基督上界核心的价值，爱是基督最核心的价值。听嘛是基督徒生命上界重要的追求，所以听嘛是基督徒上界重要生命的追求，所以。基督徒上界重要的，不是去证明上帝存在。基督徒上界重要的，就是去实践上帝对人类的要求。所以，各位，上帝要求人类上界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耶稣对这个加律法的先生所讲，讲你着什么？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第一，阁是上大的。因为耶稣清楚地甲这个加律法的先生甲伊讲，你捌律法这么透，你了解这个律法这么透彻，我要甲你讲，律法上界重要的就是听主上帝。然后第二，耶稣甲伊讲，第二也三亲像，就是爱听人亲像家己。所以，为咱大公教会兄弟姊妹，听上帝甲听人，是以色列人信仰核心中的核心，是以色列人律法中的基础。所以，唔啦安尼，伫约翰十三章，耶稣则甲伊的学生安尼讲，伊讲我赐予恁一条新的命令。什么样的命令？这个新的命令就是爱恁彼此相听。耶稣讲：“我怎样听恁，恁也就怎样相听。恁有彼此相听的心，众人就会因为安尼来辨明你是我真实的学生。”各位亲爱的姊妹，彼此相听是耶稣基督给咱一条新的命令。各位亲爱的姊妹。命令不需要咱赞成，命令嘛不需要咱表决，命令嘛不需要咱去甲伊分析。除了绝对的顺服以外，无有其他的要求。所以咱袂当彼此相听，意思就是咱就是伫控令耶稣基督的驾驶，甚至咱就是背叛咱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相听偌重要，你知无？在圣经的中间，主爱我们奉献，祂是用祂的慈悲来苦劝我们。圣经跟我们说，爱我们奉献是用上帝慈悲，保罗用上帝慈悲来苦劝我们。主爱我们疼祂，是用祂自己的疼来激励我们。主爱我们跟随祂，是走十字架的道路，伊用阮咱家己选择，伊用阮咱家己来计算这个军队耶稣基督的代价。但是独独伫圣经的中间，独独只有主爱咱什么？只有主爱咱彼此相听。伊唔是用听来激励咱，唔是。伊那是唔是用听激励咱？伊唔是听凭咱家己的决定。独独耶稣基督用命令来吩咐我们，所以我们就彼此相听。在主耶稣基督来看，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约翰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用一个新的命令给你们。旧约上帝敢无教是我们就相听？有哦，旧约上帝有教是我们就相听。是怎样到在新约耶稣说我用一个新的命令给你们？这个新的意思是什么？新的意思就是不是用人的角度，不是用人的标准来听人，乃是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听人。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爱咱彼此相听。他说这个相听是要怎样相听？不是用人的标准，乃是用我怎样听人，人也就用我听人的听来彼此相听。当我们用上帝基督的听来彼此相听，耶稣说众人要辨明一个人是不是是我的门徒，不是用你背多少圣经，是用你是不是用耶稣基督的听来听我们的兄弟姊妹。所以对不对？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传的听？什么是圣经上帝所说的听？对不对？如果基督所传的听，如果上帝所传的听，那跟世间所讲的听同款，对不对？安尼耶稣基督不需要在这个所在讲伊的听。所以基督所传的听，跟上帝所讲的听，一定跟世间人所定义的听，一定有差别。那是安尼，咱今仔日要三个来问：基督的听，十字架顶的听，上帝的听，教会的团的听，到底咱的听，甲世间人的听，有甚么款的各样？
今仔日我只有要甲咱分享基督的听中间的第一大项，诶，第一小项，第一大项基督的听，一定是一个牺牲的听。基督的听，一定是一个牺牲的听。在韩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伊捌讲一个故事，安尼讲，伊讲有一年。在韩国发生战争，有很多人在这个寒冷的十月天，大家人开始在战争的中间在逃难，千千万万的人开始怎样启动那个逃难的队伍，几十公里的这些难民，大家人在这个炮火攻击的下面，大家人开始紧张啊，宽以心中仅有的这些财米，带伊厝内人，大家人开始拼命来逃走、来逃亡，所以妖恶的身躯加上紧张，看见真侪只个韩国的只个难民，在即个战乱的下面，充满着惊吓甲可怜。在迄个时，空中有只个鹰鸟伫遐咧飞，唔忙要敲碎遐个死去的人的尸体，来食做伊的食物。即个故事安尼讲。讲伫台南的队伍的中间有一台车，这台车是坐一对美国到伫韩国宣教士的夫妇坐伫内底。迄台车驶袂紧，因为伊伫台南的人潮的中间，甲人做伙慢慢行。故事讲，当这台车开到伫一个小小的桥头的时候，忽然间有一阵婴仔在哭的声，对迄个桥卡传起来。唔过，没有人听见这个婴仔在哭的声，因为在那个战乱的时代，大家人自己顾自己都不好，哪有可能去看到这个婴仔在哭的声。那个时坐在那台车上那对美国的宣教士的负责人，在那个昏昏欲睡这样在睡的中间，忽然间他听见这个婴仔在哭的声，他赶紧醒起来后吩咐开车的人说稍等候一下。这对夫妇就对车顶落来，到伫涂骹就行落，到伫迄个桥骹的所在，底下敲锤，到底婴仔伫倒位伫哭。忽然间，迄个宣教师哀一声真大声，为什么？因为伊乎伊眼前所看到的景象，伊惊一跳。因为伫迄个十月天已经开始咧落雪，伊看见一个负责人一丝不挂，拢无穿衫。然后他已经死去了，已经冻死去了，他的手已经冰冷僵硬，但是他看见他的手的里面有一坨很高很高的衫，里面有一个刚刚出世没多久的婴仔，在那个地方一直哭，哭到整个面都在流眼泪。原来这个冻死去的这个负责人三十多岁，他是在台南的中间生产，没人愿意伸出帮战的手，因为大家人在战乱的中间自顾不暇，自己都顾不起了，靠可能在顾这个负责人。所以这个生产的负责人只有自己就去避在那个桥下的地方，很慌乱的中间把这个婴仔洗下来，然后他知道他已经没有气力再来照顾这个出世的婴仔，所以他就用那个冰冷的溪水把这个婴仔的身躯紧把伊这个血紧把伊切切嘞，免得或者精神走来把伊吃。然后伊死了后，惊这个婴仔去要挂死，伊知影伊家己已经无希望，所以伊就将伊身躯的衫一领一领一领把伊脱起来，然后包伫这个婴仔的身上，尽伊所有的可能来帮助这个婴仔。然后将这个婴仔安安摸在伊的胸前，唔忙用伊淡薄虚弱的身躯所存留淡薄的温暖，唔忙会当予伊的细囝以淡薄的温暖来存留。这个囡仔只有伫老母昏迷的中间，道道几句话，伫迄个所在家己做安慰。当然到老尾，这个老母就死去，这个婴仔和伊冰冷的手包掉伫伊的胸前。这个宣教师夫妇看见这个情景了后，非常着惊，用真大的气力把这个负责人的手扳开，然后把伊
安尼暗暗染掉的鞋啊，甲伊抱起来，然后用淡薄的高大的草枝，甲这个负责人的身躯就埋葬伫迄个桥卡，然后甲这个鞋啊抱咧，就继续因多忙的生活。当然，因两个人就领养这个囡仔，到尾因搬去到伫美国，将这个囡仔请幼大汉，嘛，予伊受着真悬佮真好的教育。但是咱知影，亚洲人、黄种人，伫美国白人的社会，一个看就知影，迄对爸阿母毋是伊亲生的爸母。以前细汉的时，拢忍住无问这个问题，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伊挡袂掉，伊问伊个爸母讲：“到底我个爸母是伫倒位？”即个宣教师夫妇则甲即个已经大汉25岁青年人，甲伊回答讲：“讲你个身世，就是伫战乱个中间，阮伫韩国个桥卡，看见你个老母，佮看见你将你养饲大汉，到伫今仔日。”当伊讲了个时，迄个青年人点点。无讲话，然后伊开嘴，甲这对宣教师提出一个要求。伊讲：“我敢会当请恁带我登记到伫我出世的所在？”这对爸母，养饲的爸母讲：“好，我就带你登记。”所以，这对宣教师就带这个青年人登记到伫25年前，伊记忆中的迄个桥卡的所在，要找到因老母死埋葬的所在。不如果25年经过，迄、那个小小的桥已经无存在，眼前是一条新佮大条的高速公路。最后，这个青年人就尽可能甲伊的老爸、爸母求证，找到一个大约比较会当确定的地点，是伊的老母甲伊尊老的这个桥卡的所在。这个青年人。就伫迄个所在，阿头向上帝做一个祈祷了后，这个故事安尼讲，这个青年人就开始将伊家己的衫一领一领一领脱起来，整齐铺伫涂骹的所在，亲像迄当时牺牲的老母一样。伊全部脱光光了后，伊就跪伫迄个涂骹的所在，然后迄个青年人。脱了后，跪伫迄个涂骹，伊就嚎啕大哭，伊就大声伫迄个所在安尼哭讲，伊讲妈妈，伊讲当年你会当等我无管一个人好好活落去，你若无甲我照顾，你会当好好活落去，但是你无安尼做，你将身躯所有衫脱落来，宁愿家己赤身来冻死，伊讲妈妈。我无机会报答你，唔过我会当用这个方式甲你讲，多谢你用牺牲的疼，我活落来。我现在活得真好，希望你伫天顶买当好好过日子，唔通伤担心。那位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主耶稣基督，咱的主耶稣基督，感觉亲像故事中的这个老母一样，伊宁愿牺牲家己，也保全家己的囡仔的性命。因为耶稣基督清楚在，只有钉在十字架顶，才会当用伊的宝血来救赎世间人的罪。虽然伊有困难，伊会当无用这款的受凌辱，但是伊也阁欢喜来承受，亲像老母一样。其实，伊大可把伊的囡仔放下，家己走入刀刃的人群，继续家己生命的路程。但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甲这个妈妈。伊却无安尼做，所以列位牺牲的疼，牺牲的疼就是和耶稣基督定死的十字架，亲像迄个伫桥卡生囝的老母，因为老母的疼，甘愿和家己脱白体见笑来死，就是要和伊的囡仔有活落去的一点点啊的希望。亲爱兄弟姊妹，请咱大家来思想看嘛。牺牲的疼，牺牲的疼，这就是第十二诫顶所谓表明，这款牺牲的疼嘛，拄好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咱所传的疼，就是咱所信的疼，
嘛就是咱应该就活出来听，敢毋是？因为咱伫教会内底，咱咧讲听，到底咱咧听甲世间人咧听有啥物各样？咱咧听甲世间人咧听有啥物无共款？是毋是固定咧听？耶稣基督咧听，的确是一个牺牲咧听，所以听必然会带出牺牲，听必然会带出付出。人不相信，你随便问一个老母，问一个爸母，甲伊问，你就会知影到底听有牺牲无？到底听有付出无？什么叫做牺牲的听？就是你愿意为了一个目的，愿意为了一个理想，来付出家己的权力，付出家己的权益，甚至付出你的生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牺牲的听。所以，对吧？牺牲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牺牲乃是一个实际个具体行为。所以，基督的听，的确是一个牺牲的听。到底人会当牺牲什么？到底人会当牺牲什么？首先第一项，我只有跟咱来思考：牺牲付出，会当牺牲付出。咱生命中的民主甲尊严，因为咱伫圣经的中间会当看见几个例。伫马太第十五章有记载一个迦南的妇人，伊伫耶稣的后面喊话讲：“主啊，代笔的子孙可怜，可怜我！我的查某子互鬼附身，真艰苦。”那是耶稣却无应答，门徒就进前甲耶稣讲。这个负责人在我们的后面在喊话，请容允我找他走。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买些羊。那个负责人就拍拜耶稣说，是啦，主啊，请你帮助我。耶稣就回答那个迦南的负责人说，不能拿儿女的饼吃给狗吃。负责人说，主啊，没不对，但是狗也要吃他主人桌上所夹落下来的饼油。留意，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看见老母的疼，敢不是？圣经中这个迦南的妇人，为什么在耶稣拢无甲伊回答、应答、无插伊的时，伊依然搁执着无要离开？甚至耶稣甲这个妇人讲，唔通摕儿女的饼吃给狗吃。这个负责人犹原在那个所在勇敢跟耶稣说，主啊，是啦，但是狗也吃主人桌上所夹落的饼油。对吧？你想这个负责人为什么在众人的中间让人拒绝，让耶稣给他否定，他犹原还有这种坚持的勇气跟民主，在那个所在来跪拜在耶稣基督的面前？答案在哪里？答案在这个所在，伊讲，因为他的女儿怎么样，被鬼附得怎么样，甚苦啊！因为伊听伊个查某囝的缘故，伊甘愿，伊心甘情愿伫众人的面前，互人甲伊拒绝；伊甘愿伫人的面前，互人甲伊排斥，互人甲伊否定。啊，毋过伊愿意伫众人的面前，无看家己的尊严。无计较家己的民主，只有一个目的，毋忙主耶稣基督怜悯疼伊，医治伊的查某囝。这就是老母为着子女的疼所摆上的付出跟牺牲，不是吗？对吧？我相信，毋是干那这个家人的负责人安尼做，今仔日咱任何一个妈妈，咱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情景，我相信你嘛安尼做，为什么？这就是爱，真正的爱是牺牲，真正的爱是不计较你的尊严跟面子。再来，再另外一个经节，在马可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讲有记载一个管会堂的名叫该洛，伊竟然无顾家己的身份甲地位，伊嘛来见耶稣，甚至又搁拍拜伫耶稣的脚前。因为这个该洛在圣经说他是一个管会堂的，管会堂的在犹太人的眼中，他是一个犹太宗教的领袖，他是一个有很高地位的人。
为什么这个外老伊无顾家己的身份？伊无顾家己的面子甲地位，伊嘛来到耶稣的面前。圣经讲他再三的怎么样跪求耶稣啊？因为这个该老，这个老伯是安那，伊会安尼做，只有一个目的。伊讲耶稣啊，我的查某囝特别死啊！耶稣啊，我的查某囝特别死啊！求你去下手伫伊的身上，和我的查某囝通得着活。因为同款。这个外老甲家里面负责人同款，因拢是为着疼儿女，因就欢喜放下因的地位，因就欢喜放下因的身份，因就欢喜无计较因的面子，因再三到伫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跪拜，恳求耶稣的怜悯。对不对？那外老因为疼来牺牲。那家里面负责人因为疼查某囝来牺牲伊的面子，你看咱的主耶稣基督敢无？用约翰十三章第一节圣经安尼讲，讲搬过节以前，耶稣在家己离世归拜时到，伊既然疼世间属家己的人，就疼因到底。食饭的时，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藏伫西门的囝加略人犹大的心内。耶稣在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伊的手，搁在家己是对上帝出来，要归伫上帝遐，就离开，站起来，脱伊的衫，揢一条手巾绑伊的腰，然后将水倒伫盘里，洗温度的脚，搁用家己所绑的手巾，甲因的脚擦落打，对不对？这个圣经你看到啥物？这个圣经，咱就会记得犹太人的文化，老师是相当被尊重哦。犹太人的文化，立碑老师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角色。咱看见这个身为的老师，这个立碑耶稣以替伊的学生，将这个水甲倒伫迄个盘里。第二，佮用伊的手伫迄个学生的脚甲伊洗，安尼唔大见。佮用伊所下的手巾来擦打学生淡淡的脚，列位，耶稣若无有放下，耶稣若无有牺牲佮付出，太讨会佮伊个学生洗脚。列位，当你真正疼一个人的时，你就袂话计较伊个脚有偌臭，敢毋是？当你真正疼一个人的时，你就袂有计较伊个脚有偌垃圾。那就是疼。我看见德新生产了后，得把伊个囡仔整理、放尿、放屎，得把伊整理。我相信一个查某囡仔过去唔捌处理这款个代志，当伊欢喜去处理伊个囡仔，一再放屎就会是，我相信那是啥？那是一个疼。因为所敬疼一下的姊妹，耶稣基督疼伊个学生，伊。甘愿为着伊个学生来洗，无论外垃圾、外脚的草、草的脚，伊欢喜甲伊洗，这就是疼。所以十二章、十三章第十二节，耶稣继续安尼讲，伊讲耶稣甲伊个学生脚洗了，穿衫搁坐咧，就甲伊个学生讲什么？伊讲我按恁所做，恁明白吗？我按恁所做，恁明白吗？恁称呼我立碑，称呼我先生，称呼我主。伊讲恁讲了无唔对，我本来就是先生，就是立碑。我阁是恁的主，是恁的先生，我着替恁洗脚。伊讲那是恁也着安尼彼此洗脚。耶稣的意思是讲，我身为一个尊贵的先生，我着会扛起甲你洗脚，何妨？恁平平做学生，恁搁较得应该彼此三洗脚。所以耶稣甲伊学生讲：“我予恁一个模样，这个模样就是要叫恁照着我的样相，彼此去做恁伫我身上所看到的去做。”你去起来遐里试卖。耶稣对学生洗脚的目的是啥物？耶稣对学生洗脚的目的。就是要叫因照着耶稣按因所做去做，对不对？属世
的世界通常人在看重什么？人在看重你外在的光环，光环，你有多大的关系，你有多大的地位。人在看在意你表面上显赫的名声，这些东西会影响我们，让我们无法度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人，因为罪所带来的骄傲自私，咱常常会认为一个掌管者会当来欺压人，来满足家己的需要。也毋过，伫属灵的世界的原则毋是安尼。伫属灵世界的原则，一个真正最大的，伊不在乎伊的外貌、身份、地位、甲名声，乃是在伫伊因为疼上帝，伊因为疼人的缘故，伊欢喜、甘心、谦卑来服侍人。各位，每一摆我若看见教会内底有一群的人，因伫日头中央在做特会，在做组织的聚会，因欢喜伫迄个所在，出日落雨，伫遐做卑微交通指挥的工课，对心底，我伫因的心上看见上帝听。炎热的夏天，伫迄个所在伫煮食，甚至有个人伫迄个所在伫摒扫即个垃圾，伫迄个所在伫摒扫便所。我感觉这是啥？这是听。伊欢喜牺牲伊的身份，伊欢喜牺牲伊的地位。有个人伫厝内请人摒扫，但是伊来家己教会，伊欢喜来摒扫教会环境，对不对？这就是听，这就是牺牲。所以，这就是基督的听，这就是基督的听。为着听，耶稣心甘情愿付出，放下伊的尊严甲面子，为着伊的学生来洗水、来洗脚，搁家己洗落打。这就是牺牲的听。所以，留意亲爱兄弟姊妹，咱结论来讲，基督的教会真感谢主，咱所信。基督的教会所传、所活出的信仰，就是传基督的信仰。咱就是相信基督所传的信仰，咱嘛活出基督所相信的信仰。因为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听，这个听的确是有牺牲。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属灵的世界最大的，实在是看你有偌大的听。过这个听，就是会当伫牺牲的顶面来被检验。最后感谢主，我伫咱大公教会的身上，我看见大公教会不断地兴起一群搁一群忠心搁良善的同工。我看见这个同工实在因无计较。我看见咱大公教会遐里姊妹，为人伫台前，为人伫台后、台下。有人在人的头前，有人在人的背后，因欢喜在那个所在不断摆上，无计较，无争名，无争功劳，无论断，欢喜彼此来成全，彼此来帮衬。中心有个人投入在幸福小组的关怀，有个人投入在细胞小组的牧养、关心和探访，用因的时间。用因的金钱，用因的关怀，一点一滴带来，予教会兄弟姊妹得到温暖。阿门。这摆有机会出去到伫国外四十日，我有更加深的体会。教会值得通骄傲甲夸口的，毋是咱的人数，是上帝听。阿门。若有上帝听，伫咱的教会，若有上帝听。在我们的小组，若有上帝听，在我们的家庭和婚姻的里面，我相信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就会充满着上帝更大的稳定。感谢主，我对自己有一个暗中的一个期待，我期待在未来我们大公教会的建设，我们的牧区，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兄弟姊妹，实实人跟人的中间有更大的接纳，人跟人中间有更大的扶持，人跟人中间有更大的成全，让基督十字架的疼来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
让我们用更多的包容支持来赢过批评和论断，让我们用支持来争到对别人最大的鼓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心意，将耶稣基督的听来听我们四周围的人。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让世间人对教会在我们的心中来经验到耶稣基督的听。我常常这样体会到，人更加高无上帝的高，人更加好的口才无上帝的口才，人更加高传福音无保罗的恩赐。但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的就是我怎样听你，你若用我听你的听来彼此相听，耶稣说这个就会当分别你真正是我的学生。我深深期待咱大公教会每一个人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互咱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基督的听。听，唔是概念，听是一种生命的实践。我记到伫南美洲的一间教会，底下甲因演讲，我看伊一个九十岁的阿嬷，伊对别个所在坐地铁。坐巴士，搁走路来到遐参加拜师的上联团结，爱点半钟，点半钟。我甲伊讲，你安尼敢袂真忝？伊讲袂啊，牧师。每一个礼拜拜师，我就足期待来到这个所在，因为遮安怎，遮有我的乡亲，遮有听。对袂？我深深期待台公教会，咱无标榜，无高估啥物，咱独独只有高估耶稣基督的听。十字架顶的听，牺牲的听，付出的听，多走一里路的听，让上帝稳定充满在咱的教会，在咱的社区，更加期待让上帝的听充满在台湾这个土地，这个国家的顶面。阿门。